一个小目标，挡一下，他被吸血人 Q 了。双斧第一，这个称号就听着很牛逼啊！我韩服连千分都没上过，虽然我是韩服王子，60多胜率800多分，但是号被封了呀。像雪一样不会重来。我说凯南这么不要走啊！我说凯南，我感动了。有闪面，我用双手向熬行的敌人倾泻怒火。说不定人家女方实力很强，实力很那个。我要是遇到一个有实力的，我也不会。直播真的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跟毅力，真的。因为毕竟每天要打游戏，真的迟早会腻的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是你播的还不好的时候，真的迟早会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的主播很多，他播着播着播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很多，他播着播着就播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没发现吗？应该兵线进去了吧？你直接打一下就行。他这个播着播着，他有的人就不。那你只看到了最上面那一批，你没有看到那种小主播呀。你只看到了这个好的一面，你都没看到别人辛辛苦苦坚持那么久的，播的还是那么烂。你他妈只看到了上面那一部分，光鲜亮丽的那一部分，下面那一部分你完全看不到的呀，对吧？我之前刚开做直播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他妈一个月工资低的一批。他闪现了，
妈，我他妈刚开始做直播，我一个月工资一两千啊。风暴聚集，最后一泻千里。真不夸张啊，刚来斗鱼那会儿，难得一批，我操！真以为直播那么好做？我跟你讲，我他妈遇到个好超管，我要是遇到那种超管，你感谢我现在这个超管，不然的话我早急了，是不是？不然我直接记。这鱼人失误了，一闪都没打到伤害，他是点燃把我给点死的。吃破线了，这线好肥啊，我都想一个一加铁子变全拍了，真的。啊，这兵线我真的想一个一加铁子变全拍掉，真的太爽了，看着。这么难玩吗你？现在肯定不能输呀，肯定比之前好一点，但是也没好太多。不会吧，你们两个要找我 battle？ 真的假的？应该没看到。你走你走你走，他没闪现，交给我。寡妇应该在附近，我这点血他连我都能扑掉。我要对你做一些事情。神龙之眼，明察秋毫。现在还不行。哦吼，烫死了！我身负神龙之力，你无可抗衡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打游戏，打游戏，聊聊一些游戏外的，没什么意思。这边的阵容，大影魔刀加一个，大影魔刀加一个那个什么？大影魔刀加死亡柱，还这样说，感觉要被越了呀！哎呦，地面这个辅助怎么一直往中路跑啊？这就是先 Q 先摸眼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这波如果直接 Q 的话，他闪现拉开，你得交摸眼才能跟上。但是你先 W， 你可以省个睁眼啊，因为他这波是有闪现，他省个睁好的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这鱼人能秒我呀！啊？啊哈！我 Q 都挂到了，他还交闪现、啊。他们凭什么接这个先锋啊？剑魔第一时间被嘎了。我还有大招，他凭什么接这个先锋啊？为什么
现在想什么东西啊？这次你不能走，我不会放开手。哦，他把 E 用了，这波直接。这波炮车没拍到，有点小亏啊。护甲鞋吧，我感觉对面伤害挺高的。护甲鞋加野魔刀，这把我就很难死了。十二分钟十级，这就是一个十二分钟十级，玩个盲僧战士，对面的阵容，我这么高等级，你告诉我对面怎么玩？打不了你。你别说，我看到这盲僧都头疼的。你要是让我在对面，我看到一个我这样的盲僧。十二分钟十级，这个装备太难死了。野库啊，不省大的呀。这是神龙的意志。这是神龙的意志。给你开眼天赋，截图保存一下，一下，一点都不自觉，不知道谁是大 C 吗，兄弟？我这把这么稀，不配吃你的鼻翼双刃吗，兄弟？中单要死了。他们鱼人现在有点着急了，我能感觉到。他刚刚那波抓人其实挺着急的。这次你不能走，我不会放开手。剑魔没闪现，没大招，给他做了。是不是很羡慕主播？想做谁就做谁。哎，我靠！塔皮没了，直播间有延迟的，你知道？我看到你们发弹幕的时候，我先锋已经过了。哎呀，我操！野库啊！没人在上，剑魔刚复活吃了。哎呀，你后面又没人，我是看小地图的，你敢飞我吗？敢飞我把你浪费。好 ，Q， 喜欢勾。把 ADC 双招勾出来了，哎，今天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哎，我刚才完全没看不同时间，我甚至忘了我有个先锋。他还在吗？
操！我他妈又哪里做错了呀？我刚才有说什么弱智的话吗？什么情况？我没有放弃我的磨练，所以敖星也不会放弃我。可以。现在比赛谁快赢了？有没有现场解？有没有现场？你勾不到我，我就来了。你勾不到我，我自己来。刚刚那个 Q 好极限啊，我都感觉 Q 不到了，结果还是 Q 到了。哦，这句话吗？我靠，这也算啊！原来有心思啊！哎，我的，原来看到有个弹幕说那个人可能遇到富婆了呗，然后就不那个了。我说，哎，我傻逼了，确实。坏了。我操，董哥呀，你是，这也能看出问题在哪里？我甚至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可以，突然茅塞顿开。好急啊，机器人。对，听君一席话胜读。Legendary way.